좀전 대응 공부 원자 허라 전 자라로 강가로 두드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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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진이 동건 주전 수전이 지다 그라로 온자 간다 드비 전을 마르는 문도 능으로 지자 노조건 라와 주다르제 알로 주제 한다소 두드르제 도는 모니 로니 지자 도좀자 마르는 문제 등으로 미 거진이 좀 자라든음 돈이 다 장사 진다 송용된이 조자 제도 저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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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开始讲课了啊，就继续讲这个法界战的正文。法界战的正文，这个前面就讲了，如来藏，然后这个如来藏的部分，上次我们提到过啊，这个本来佛心就有两种佛心，一个就是自然住佛经那佛心，另外一个就是随增佛心，这样有两种佛心啊。其中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如来藏的这个部分呢，叫做自然住佛心，也就是自然的佛心，它不是造作的，它不是创新创作的，它是它从无始以来都存在的，就是我们心的本心，所以叫做自心主佛心。那遂增佛心啊，这个前面讲了是什么呢，就是六度，闻思修六度啊。这个为什么叫遂增呢，它是随着我们的闻思修心而增长，所以叫做这个遂增佛心啊。这个前面已经讲了，那下面就是讲啊它的这个增长的过程，遂增佛心啊，怎么样增长呢，就是讲这个它的增长的过程，它的发展的过程，下面就讲这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动词里面说，如糖沥甘蔗，沥制糖肥油，三乘去菩提，沥中剔肥油。这一句话这个韩文的版本里面就是有点略，讲的有点略，藏文版里面呢他就说的比较广，那藏文版里面怎么说的呢，他说谁说这个不给菩萨磕头，这个是邪说，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菩萨的话，那如果没有大乘的菩萨的话，那就不会有佛的这个发生，没有菩萨就是不会有佛的发生，如果没有佛的发身那就不会有这个佛法，就没有人传法了，就不会有这个法，如果没有法的话，没有佛法的话，那就是这个声闻他们也不存在的，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这个小乘小乘他是他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不是佛教，他认为佛教就是他这个小乘里面所讲的这些，就是小乘他自己有这个三藏十二部，他就有他自己的十二部，他认为佛法就是他的这个三藏十二部，除了他的这个三藏十二部以外那就没有，再也不会有其他的这个
佛法啊，所以啊，如果是所以僧众，也就是这个小乘的僧众啊，除了小乘的僧众以外，大乘的这个僧众呢，他认为不是僧众，他有些小乘啊，小乘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那他们的这个争论啊，他就是说他不给菩萨磕头啊，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不给菩萨磕头，你想想佛是从哪儿来的？那佛就是菩萨啊，修成佛的。如果没有菩萨的话，那就是不会有佛。那如果没有佛的话，那就是你消称的这个啊国位，就是阿罗汉，还有这个圆觉，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是修消称的佛法来的啊。那小乘的佛法从哪里呢？啊，小乘的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等这个佛讲的，佛的化身讲的。佛的化身的来源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佛的这个佛的三身的这个基础是法身啊。那没有菩萨的话，就会不会有这个法身呢？啊，不会有的。菩萨修成了以后，才会有这个菩萨修成了以后呢，才会有这个法身啊，有了法身就有会有这个佛的化身，有了化身，佛就会这个化身啊，就会转这个法轮啊，有了转法轮以后呢，才有你小乘或者是大乘啊这样子。但是这个韩文版里面呢，它就只有这个比喻，它没有，实际上刚才这些内容就只用一个比喻来这个表达，它这个实际上刚才那些内容就没有说，它这里面就说如果没有甘蔗，没有甘蔗的话，这个唐国唐的这个天尾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没有唐国没有甘蔗的话，就是没有汤啊，汤就是用甘蔗来做的，没有甘蔗就没有汤，前面的这个两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的。这个大乘佛法在印度大乘佛法比较兴旺的时候那个大乘佛法跟那个小乘的有些部分的这个人经常这个。辩论就说大乘佛法不是佛法呀，他说大乘佛法的这个空心是根本不需要的你没有这个空心，我也可以证悟，我也可以解脱，我可以修这个四谛，可以修四谛，我四谛修成了以后呢就可以成这个阿罗汉，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所谓的空心然后这个智慧品里面也不是讲了吗？他说空心你这个四身体里面的人无我实际上就是空心你从空心从正体上否定了以后呢你四身体的这个人无我也就实际上已经否定了那小乘的他不懂，他认为这个大乘的这个空心和他们的这个人物我呢，他觉得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然后就是这样子会争论的。但是佛经上说了有了证悟的真正的这个证悟的人，小乘的这个小乘证了这个小乘的过位的人，他是不会这样子争论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空心他知道这个就是空心，空心的一部分，所以他不会跟这个大乘佛法争论。但是呢没有证悟就是懂一点理论的人还没有证悟就是懂一点理论的人，他就是觉得这个大乘的这个空心跟他的这个四身道四身地里面的无我是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无我可以理解是存在的，是正确的那空心呢就是根本不成立的，他怎么认为他那样子
那个争论，但是呢，就是这个争论是只有印度才有，就就是像藏地啊、汉地啊，就已经没有啊，因为这个争论呢，在印度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存在这个争论了。像弥勒菩萨的这个《净庄严论》里面的一品啊，是专门讲这个的，就是说大乘佛法是正法啊，大乘佛法是正法，是佛说的，就是专门讲这个。那很多的像龙树菩萨的这个经典呢，还有其他的这些经典当中呢，经常就是看得到这样子的这个争论。然后大乘佛法啊，上次我们提问题的时候也说了，后来密宗啊出现的时候，有大乘佛法，大乘的这个显宗，他有跟这个密宗辩论，他说，释迦牟尼佛穿的这个法啊，才是我的这个显宗里面的这个三藏十二部，除了这个宪宗的这个三藏十二部以外啊，没有这个佛法，没有佛法，就是佛法就是这个啊，除了这个范围以外的都不是佛法，所以啊，密宗它不是佛法，它是这样，小乘的一部分，宪宗的一部分的人是啊这样子这个辩论。那这个辩论呢，印度也有啊，后来就是印度的这个辩论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像龙树菩萨呀、月城菩萨呀，他们都是这个修密的这个修行人啊。那这些争论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就像汉地啊这些地方，个别的地方还存在这样子的这个争论。其实这些争论都是这样，没佛传的这个法啊是有这个次第的，就是。包括这个，就光是从宪宗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有一转法轮啊、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有那样子的次第啊。那样子以后呢，这些下层的这个这个宗派啊，他就往这个上层的，比如说唯识宗，他就跟中观啊辩论啊，一切优部他跟这个净部辩论那样子。那实际上呢，除了这个小乘以外，存在那宪宗的大乘，除了宪宗的大乘以外，还存在这个密宗啊，密宗也就是除了外密以外，还存在这个内密啊，这些都是佛法，但是呢，只有听过这个小乘的人，就是说啊，大乘不是佛法啊。只有听过大乘显宗的人就说啊，只有这个显宗才是这个密法，其他的都不是密法。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这个佛法。这些为什么是佛法呢？都有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佛法是什么呢？就是四法音，具备四个法音的任何一个论点都是佛经。那大乘的经典里面，这个显宗里面具不具备这四个呢？不但是具备，而且跟这个小乘比起来的话，就是更加的具备啊。那密宗里面呢，具不具备这四个四个发音呢？不仅是具备，而且跟这个大乘的显宗比较的话，更加的具备。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这些人，人的这个智慧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他就根据自己的境界，根据自己的境界去判断佛法啊，这样子就肯定会出问题的了，出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前面的两句就是讲这个的，立志唐非有，就是说立了这个甘蔗。那唐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说同样的，没有这个大乘的菩萨，那这个你佛是从哪儿来的？没有佛，那你小乘的法是从哪儿来的？他这样子的意思。三乘取菩提，三乘的这个趋势方向
是最终都要到这个菩提，到菩提就是说大乘的菩提成佛啊，这就是说小乘的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啊，它不是永久的果位，它是临时性的果位。嗯，然后这个小乘的这个愿觉啊，它的这个果位也不是这个绝对的解脱，它也是一种临时的临时的果位。它在他们得到了这个阿罗汉和愿觉的果位以后啊，在他们这个禅定当中呢停留了很长时间以后，总有一天佛啊把他们这个从这个禅定当中叫醒，醒过来了以后呢，也就是说从这个禅定当中出坐了以后呢，重新啊从这个大乘的资粮道开始修行。但是这是大乘佛法才这么认为，小乘佛法他根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他认为我现在得到的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啊，在上面不会有境界，在上面就不会有什么境界，他认为佛的境界也实际上就是这个境界。嗯，但是实际上都不是这样的啊。那这个三乘这个声闻愿觉菩萨啊，这三个呢最终啊都要这个，他们都要最终就是要进入这个菩提，最终就是一乘啊，最终一乘，究竟一乘，这种说法是什么呢？这个中观才这样子说啊，唯识他就不会这样子说的，唯识他说究竟三乘啊，究竟三乘就是最这三个这个三乘啊，这个圆阿罗汉和圆觉也是也是这个究竟乘，也就是说就有些人就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以后，他永远都是阿罗汉，他从此以后他就是阿罗汉，他不会成佛啊。这个佛经里面也讲了，但是这个是不料意的说法啊，不料意的说法，但是这个唯识他们认为这就是料意，他们认为三乘都是最最最究竟的，中观就是说三乘不是究竟，一乘才是究竟啊，其他的阿罗汉啊他们是临时的。这里面讲三乘取菩提，就是说三乘是临时的，最终就是要进入菩提啊。利众替非有啊，利众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如果没有菩提种子啊，如果没有菩提的种子，那就是替非有啊，那就是不可能有，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成佛啊，也不可能这个学佛啊。所以因为每一个学佛的人啊就有这个佛的种子，所以他可以学啊，所以他就对这个佛法就产生了这个心性。第一句这四句就是说这个，然后接着说受乎道古种，亚净必得生。那如果我们受乎，这个我们以前呢讲这个旧观察的时候说也讲过，受乎道古种，道古的种子是很重要的啊，你要种庄稼要丰收，这样子的话一定要这个守护保护那个稻谷的种子，如果稻谷的种子守护保护的话那就是这个，比如说稻芽，然后就是稻，这些都是会有的必得生，它都会产生的。同样的，守护菩提种，菩提从此起同样的，我们需要我们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守护这个菩提的种子。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就是从此起，菩提就是从这个菩提种菩提种是什么呢？菩提在这个地方指的菩提就是佛佛的发身就是菩提那菩提种是什么呢？菩提种就是大乘的这个修行人菩萨大乘的修行人就是菩萨，菩提众。那因为没有佛的话，那小乘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佛的诞生，
就不可能有这个整个佛法都不可能有，那小乘也是一样的，小乘也不存在的。嗯，那如果需要佛的话，那就是要保护这个啊佛的种子。佛的种子是什么呢？佛的种子就是佛的种子就是菩萨。嗯，所以菩萨是最关键的。所以你这个地方小乘啊，不能说啊不给这个菩萨磕头。嗯。因为菩提从此起，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那这是，就观察当中也讲过了，成佛必须要有这个，成佛的因啊，种啊，种就是菩萨啊，菩萨要有菩萨的种啊，菩萨的种是什么呢？菩萨的种就是菩提心，嗯，菩提心要有菩提心的种，嗯，菩提心的种是什么呢？菩提心的种就是慈悲心。啊，所以慈悲心就是一切法的基础，一切法的基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这个啊保护。嗯，九观察当中也说了，嗯啊啊，就是大乘的这个初步的修行人，就是比如说这个在质量道的或者是加心道当中的这些菩萨呢，他还是要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保护自己是最重要，保护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不是说保护我们的身体啊，不是说保护我们的名义啊，不是说保护我们的钱财啊，不是这个意思。嗯，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菩提心。嗯，所以他是说，如果这个菩提心啊受到了这个损坏的话啊，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坏啊，损失很大。那，所以这个其他的啊，都可以这个受到损失，嗯，但是唯一的菩提心啊，不能受到损失。那，嗯，菩提心受到了损失啊，那就是没有办法成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也讲，所以我们也啊，一定要这个修菩提心，嗯，修菩提心的修法以前呢，啊，这个具体的修法啊，讲了很多次了，嗯。啊，光是我都讲了很多次，然后呢，其他的这些看部啊，尤其是这个《如心论》里面呢，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菩提心，嗯，所以，菩提心的修法大家都懂，嗯，修法是懂，嗯，但是光是懂修法没有用啊，要修，嗯，大家都在修啊，这个是比较，比较好的一面，就是大家都在修啊。如果不修的话，那就是，过了多少年也不会有任何的进步啊。我们可以，念佛啊，可以烧香拜佛，这些都可以。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修心的话，啊，光是靠念经啊，能不能升起菩提心啊？光是靠拜佛烧香，能不能这个啊，升起菩提心啊？比如说，大年三十新年的这个头一天的那个香，是999还是99,999还是9,000,000，那个烧了以后会不会升起菩提心啊？就是啊，那样子的烧香啊，可能是间接的对菩提心的产生是肯定是有作用，因为积累资粮嘛，有作用。但是呢，这个不会有直接的这个作用，所以修心是最关键啊，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在修啊，有些人就还没有修心，这还没有正式开始修，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修法，但是呢，还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像念经啊，念一些咒啊这样子的。但是，这些人我想现在可能已经应该是进入了正式的这个修心，也就是说虽然是大家都要这个上班啊，但是呢每天也有时间，早上有时间，晚上也有时间啊，每一周里面都有2天的时间可以修行啊，2天的时间全部用来修行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半天一天啊是可以的，然后其余的时间就是像有很多这个假期，长假也有，短的也有，这些时候也可以修行啊。还有这些，除了这些以外啊，也有一些这个，比较空的时候，这些时候都可以修，
不是没有时间了，时间是有但是我们把这些时间都不用来修行的话，那就不会有修行的时候。什么时候修行呢？每天都说没有时间修行，那这样子的话，就什么时候修行呢？是不是有一天就把所有人就把工作呀、家庭啊全部扔了以后去出家修行？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修心和这个生活这个要同一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话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话，这是一个最现实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就不修行等出家修行。但是出家什么时候能出家，这个很难说。出了家以后能不能修行也很难说了这个不要说现在，就是像佛经里面这个《楞严经》里面有你们肯定是看到过了，但是现在记不记得你们不知道。白眼经里面有几个比丘的对话，他说有一个比丘说，我在这个钵里面就是出家人的这个托钵的这个钵里面，就吃饭就换了三种头发的三个头，不是，头发换了三个颜色头发都换了三个颜色了但是呢，我现在不要说成就，连心平静下来这一点都没有做到，说了三个颜色什么呢？小孩子的时候头发都比较红嘛，然后就是印度人，就亚洲人一样的，就长大了以后头发黑那就老了以后就是头发白。他从小的时候就都出家了，就一直都在这个钵里面吃这个就是说明他一生就过的出家人的生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生都过了出家人的生活，但是呢，头发都白了，已经头发都已经换了三种颜色了。但是到今天不要说成就那些不要说连心平静，心平静是什么？去年我们讲的那种禅定就是这种禅定这个极致的这个修法，很简，也就是对我们来说不简单，但是作为一个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修法。他说我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如果当这样子的出家人的话，那就是想想这个很难的，所以，就不能当这个出家的时候出家的这个机缘缘分有没有不好说即便是有了修行修得好不好也不好说所以就是要就现在从现在就是要实际行动就是要把生活和这个修法不要矛盾，这两个要统一起来。这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是最，作为一个在家修行人来说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不能认为这个修行跟这个生活是矛盾的修行跟生活是不是矛盾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矛盾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做这两个，如果我们自己把这两个就能够协调的话，也有办法平衡所以佛也就是没有说凡是修行的人都要出家凡是不是修行人都不成就。没有这样子说这个很重要这里就说就是最关键的说守护菩提众，我刚才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有没有守护菩提众？我刚才说了，菩提众是什么呢？菩提众是这个菩萨，菩萨的众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的众是什么？菩提心的众就是慈悲心。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修慈悲心？有的话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走，正在走，但是呢，有些人就如果还没有正式这个修心的话，没有修这个慈悲心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这个菩提众，我想很多人是有的大乘的这个众有两种佛心这个众就是有两种，佛众众子就有两种，一个是这个。父子俩的种，一个就是也就可以说是方便的种，一个是智慧和方便，也可以说这个
实树菩提心和圣依菩提心的两个种啊。那圣依菩提心的种是什么样子呢？啊，有些人就听到了空心以后，听到了这个空心啊、光明啊时候的，时候呢，啊，就是不能接受啊，不喜欢，就甚就是产生很多的这个怀疑啊，一点都不这个不喜欢这个空心啊，这种人就是说明啊，至少目前还没有成熟这个种啊。有些人呢，就是讲这个空心啊、光明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这个皆大欢喜。如中论里面不是讲了吗？啊，听到空心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汗毛竖立，眼泪直流，有这样子的啊。这种人是有啊，有这个智慧种啊，不但是有智慧种，已经成熟了，已经成熟了，这是。这个智慧种啊，另外一个是方便种，方便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实树菩提的方面的啊，就慈悲心啊这方面。这方面的呢啊，比如说大乘佛法里面讲啊，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啊，比如说要无自私的奉献呐，要这个舍去啊自己的身体啊、寿命啊、财产呐啊。就是自己所有的这些很珍贵的东西啊，自己认为很这个要布施，这样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我不理解啊，有就是产生了种种的这个困惑，不理解啊，甚至就是有这个啊，有这个有点反对的那种这个态度啊，这种人啊，至少这目前还没有成熟啊，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方便的种，还没有成熟，那有些人呢，就是是相反的啊，就是听到了这个菩萨啊，布施身体啊，菩萨就是这个放弃自己的一切，然后就是去利益众生啊等等的时候呢，又是就是刚才讲的一样，非常激动啊，这个对这个就是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信心啊，然后就是眼泪直流，汗毛竖立等等啊，非常的欢喜啊。那个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方便的佛的种子。实际上除了这个小乘佛教以外，凡是大乘佛教，唯识和中观都认为所有人当中不存在没有佛种的人，都是有佛种子。但是问题就是成熟和不成熟啊，这个种子是都存在的。小乘认为啊，这个佛这人群当中又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是有佛种的，有些人是没有佛种的。那他为什么呢？如果他说全都是有佛种的话，他要成佛了，如果他说他承认他要成佛的话，他就否定了他的阿罗汉是最终的果，所以他不承认，他认为他的阿罗汉已经非常不错了，他说他认为他没有必要去成佛，成佛是另外一群人的事情，我已经很好了。就是现在有些人就不信佛嘛，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学佛，我没有必要去往生极乐世界，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就是那种人一样啊，他就不承认啊。但是呢，大乘佛法的人都大乘佛法啊，就是像唯识宗和这个中观都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佛种子的啊，只是成熟不成熟啊是有这个差别的，但是又没有佛种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是没有差别，他们都这么认为啊。那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很多人肯定是这两种种子是成熟了的，很多人但是这两种种子成熟了啊，这算不算已经进入了这个比如说其他的不说，嘉兴道啊这些不说，资粮道啊，是不是进入了资粮道？还不是啊，不一定啊。如果还没有这个菩提心啊，但是非常喜欢这个空心和慈悲心，都很喜欢，都能接受啊，听到这些的时候很激动啊，很感动但是呢，我还没有升起菩提心，在这里有一个孤独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还不是这个
自量道，还不是自量道，不是自量道。但是呢，这种人离自量道啊不是很远了，这就是可以说离自量道不是很远。这种人啊，如果在努力的话啊，在努力，就是在这个菩提心啊、空心上面再下一点功夫的话，就是很快就可以进入了啊这个加心道啊，这是也非常好的。这就是说，天啊，这个天亮了，天亮的时候就是有曙光啊。这个时候虽然阳光还没有真实的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啊，离太阳升起来不是很远啊，就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啊，这个守护菩提种，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啊，菩提从此生啊，因为菩提就是从这个当中，这个里面的菩提，我刚才说了，就是佛的发身啊，佛的发身就是最终的菩提。菩提从此，次是什么呢？就是菩萨啊，因为有了菩萨，所以就是有了这个佛的这个存在。因为有了佛，就有了佛法；因为有了佛法，就有了啊，你小乘、我大乘啊，都存在了。如果没有这个佛，没有菩萨的话，那就什么都不都大小乘都不存在。所以你不能说啊，不磕头给菩萨不磕头，这个意思。然后那这个下面呢，就讲这个他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就是菩提中啊怎么样成熟啊，怎么样发展啊，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随增因啊，随增这个重啊，这个它随增它怎么样增长啊，它怎么样增长，这下面就讲这个它的增长的这个过程啊。这个颂词里面说啊，譬如与黑月光明未能见，有情烦恼禅正如为明显啊。这里面说啊，这个黑月啊，韩文的班里面就说黑月啊，藏文班里面说啊，下旬的十四号，就是说二十九号的意思啊，二十九号啊，每个月的二十九号的时候啊，他说能见到一点点的这个月光啊，能见到一点点月光，这个是不同地方不同，有些地方可以见得到啊，比如说他能够见到一点点的光明啊，这是同样的。他说啊，藏文版里面就是说啊，那个每个月的二十九号的时候呢啊，能够见到一点点的这个月光啊，同样的就是资粮道和加心道的这个菩萨呢啊，他能够见到我一点点的这个佛的发身，他就是这样子讲的啊。但是汉文版里面呢，他说啊，这个光明未能见啊，他见不到光明，为什么呢？有情就是知量道和加心道里面的有情众生都是凡夫啊，因为他凡夫呢有这个烦恼禅啊，所以这个正如为明显啊，真无它就是不能明显，不能明显。但是这两个，藏文版里面呢，他说能见到一点啊，韩文版里面说就不能见到。但是这个就是不矛盾的，这个上次我们说过了，这个已经讲过了。这个，加心道资粮道的时候就还谈不上啊，主要是加心道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真如佛的真如心的本心能够见到一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看到心的本心，但是呢就是看到了一个心的本心的形象啊，形象很模糊的啊，但是这个虽然是模糊，但这个叫做开悟，这个叫做真悟啊。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大圆满大手印啊，还有这个禅宗里面的顿悟，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这种境界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看到的是真如啊，他虽然是不明显他比较模糊的，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个对
对法界、对空性、对光明的认识是什么呢？不是逻辑上的啊，不是逻辑的推理啊，又不是这个字面上的这个啊这个理解，嗯，它只是一个自己去体会出来的啊，我是我自己体会的，那，这个不是有人告诉我的。但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没有体会之前，我们当然有人告诉我们了，没有告诉我们，我是不是自己证悟了，我不靠释迦牟尼佛的法自己证悟了，当然不能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听了法啊，听了善知识的这个引导，那，但是呢，我最终开悟的时候是我自己体会的啊。那我体会的时候，我不是通过什么这个推理逻辑，不是啊，我也不是文字上的一个理解，我就是一个亲身体会到了啊。当然这个是很模糊的啊，很模糊的，所以呢这个韩文里面就是说证如不明显，他也没有说不能证悟，他说不明显啊，这个明显这个字是用得很好，对，就是不明显啊。那不明显，但是有没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证悟呢？有，就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证悟啊，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证悟。但是这个证悟呢啊，如果再明显的话，那就是啊，就是菩萨的义谛了啊，这个就是菩萨的义谛才是真正的证悟，嗯，这样子。这是嘉兴道的事儿，我们不能认为啊，就是通过这个大圆满也好，通过这个禅宗的啊学教这个超觉啊，顿悟的时候呢，顿悟这个顿字啊，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刹那就是成为佛了一样的？但是不是，禅宗自己也就是这么认为啊，这个心的性的本来的面目，它实际上就是从自然住或者是从它的本体的角度来说，它是法性啊，它是这个佛的法身，嗯，佛的法身。所以那个时候你认识到这个法性，你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法身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那个时候呢啊，可以说是这个悟了啊，成佛了啊，可以说。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证悟，这是你感觉到看见了这个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看见了，佛的法身，这个心的本来的面目就是佛的法身啊，真正的感觉到了这个佛是什么样子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佛啊，我们认为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啊，现在我们在唐卡上面看到的那样子，但是那个就是佛为了度化啊众生，嗯，就是显现出来的一种形象，不是佛。那，这个《金刚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不是佛啊。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嗯，所以就是佛足心中住，这个也就是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说的也很好，从一个比较深层次去理解的话，是这样子的。佛足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可以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呢，只要对佛法有信心，就是祈祷佛啊那样子，这是最低层的解释啊。另外一个就是佛祖呢，永远都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的本性，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佛祖啊。那所以我这个啊证悟了，看到了这个心的本性的时候呢，实际上啊，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成佛了，可以这样子说。但是这个跟真正的成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个顿悟了以后呢，就不需要修行了啊，就成佛了，不是这样子的。有些文字上就是说成佛啊，实际上这个成佛就是要这样子理解，实际上。还真正的成佛还早得很啊，就是还要很长的时间以后才可以成佛，是不是很早？我们就可以在下面这些颂词里面可以看得到啊。这是嘉兴道自量道，然后下面讲的是菩萨的这个初地一地，月出光随游，渐渐而增长。月初是什么呢？月初就是啊，就这个那个每个月的啊一号、二号、三号啊那样子的时候是月初，所以有光，这个时候就是有光了，嗯。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光啊，它也要这个渐渐的增长啊，这是比喻了啊。同样的就是说
触地证菩提，菩提为圆满啊，触地菩萨的这个证悟了这个菩提啊，这里面的菩提也就是发身啊，也就是可以说啊，一地菩萨他证悟了这个佛的发身，他看到了这个佛的发身，但是呢，他看到的佛的发身呢，也就是很模糊的。虽然是正式的看到了，但是我们上次说了，就是从我们的地球上啊，用肉眼就看月球一样的。虽然是真正看到了月球了，我现在看的不是月球的这个图片啊，不是月球的影子、形象，什么都不是，就是月球，我看到的就是月球。但是呢，我这么远的地方看月球是很模糊的啊，这个到旁边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这个菩提啊，菩提为圆满啊，菩提他自己他自身就是没有什么不圆满的。以前我们讲了这个圆通，圆通讲了很多次了，已经很圆满了。但是呢，我证悟菩提的这个程度是不圆满的。那个时候是虽然是真正的成悟了，成就了，但是还不是很这个，不是很圆满。但是呢，证悟了这个初地的时候啊，那个度化众生啊、弘法利生啊等等的所有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会开始的，一般都是这样子。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啊，主要是要自己去修行，这个就是最重要。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抱护这个啊佛种子的时候，还不是自己去正式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事情的话，就做不了多大的事情。弘法利生这方面呢，都是很有限的，就能力很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方便的时候，当然可以做这个，能做多少可以做啊，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主要是要看这个自己的文思修，就是要放在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啊，这个是最关键。到了异地的时候啊，到了异地的时候呢，然后再从那个时候呢，真正的去弘法利生啊，等等，利益众生啊，比如说这个头、手，整个这个身体布施那个那些。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做得到，那个时候才开始。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目标而已啊。实际上，这个还真正的去做还是很难的一个目标而已。这是菩萨的这个第一地啊。然后呢，再讲这个11地这个中间渐渐而增长，就是一地以外的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就是在渐渐而增长，这里面包含了，没有单独的说啊。然后说事物越圆满，处处广交结，解脱现法身，法身离无缺啊。这就是说事物的越量啊。处处广交结，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圆满了啊，那广也就是很圆满。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成佛啊，菩萨的十地以后，这个叫做第11地。第十一地就是佛的果位，第十一地这个叫做，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的圆满了，解脱了啊，先发生了，发生啊，先发生。那个时候呢，发生的这个本体是无缺的，非常完整的啊。这个时候呢，上面我们讲到的这个随增佛性啊，就已经非常的圆满了。自然住佛性，它是没有什么圆满不圆满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圆满的，它不会有变化的啊。有变化的是什么呢？有变化的就是这个随增佛性啊。但随增佛性呢，它到了11地的时候，它就是完全的这个圆满了。那这上面就是讲了这个过程啊，就众说啊，众的众说这个过程。然后下面呢，它就广说啊，下面就是说的广一点。下面第一个这个首先是说这个嘉兴岛，但是这个。韩文的这个版里面呢，这里面的嘉兴岛和菩萨的异地啊，
就分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藏文里面呢分得比较清楚啊。那汉文里面应该是这前面的两句啊，让五义相应，搀扶举生灭啊，就是这两个这两句这两个这两句啊，这两句是讲这个凡夫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这个自量道和假性道啊。自量道假性道的时候呢，因为自量道和假性道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是凡夫、啊、那个时候还是凡夫，所以呢他的这个凡夫人的这个意识跟这个染污是烦恼，烦恼是比较相应的啊，所以他不能断除、啊、有烦恼，烦恼存在，不但是有烦恼，而且这些烦恼呢对这个人是有影响的，所以就是搀扶啊，所以是有影响的，也是有这个生灭，他还没有到达无生无灭的境界。嗯，就这两个是应该是这个汉文版里面的这两句，应该是这个假性道和自量道。但是藏文里面呢啊，他写的更清楚一些，藏文里面就是说自量道和假性道的时候什么样子呢，对三宝啊，对三宝有这个非常稳定的心性。嗯，对三宝就是有坚定不移的这个心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法性法菩提性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量道和假性道啊，这个藏文里面就这么说的。然后呢啊，解脱一切障，三十五非有，这一下就是应该是这个菩萨的第一谛啊，讲的是菩萨的第一谛，解脱一切障啊，解脱一切障，这个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障碍啊，如果所有的障碍都是解脱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成佛了啊，所以不是说解脱一切障啊，我们就是用一个从佛经里面呢，或者是从论典里面呢，就是那一句话啊，就是那一句话，不进行思维啊，然后前后啊，或者是其他的论点都不做比较，然后就是光是从这个论点里面就那一句佛的这个语言来说明你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不能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这个地方那、啊、讲菩萨第一的一地的时候呢，解脱一切障啊，那解脱一切障，你就可以说啊，菩萨得到第一谛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成佛了啊，他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全部已经断除了啊，可以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龙树菩萨不是说一谛的时候解脱一切障吗？啊，一切障里面不是包含所有的障碍了吗？除了这个一切障以外还有什么障呢？没有障碍了。嗯，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藏文的版里面啊，像比如说这个仙光庄严论这些这样子的论点当中有很多这样子比较笼统的啊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是要这个用需要通过其他的佛经啊或者是论点来这个分析啊他这个话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那真正的内容就是说解脱一切障，就是啊解脱一切障，这个所有的障碍上次我们也讲过啊，他就从最粗大的这个障碍到最后最细的这个障碍呢，它就分成这个四个部分啊，四个部分。那啊，最大的呢就是第一谛的时候就可以断除，再过了以后呢，第二谛的时候，再过了以后就第三谛的时候，这样子啊，那就是也可以说这所有不让我们成佛的这个烦恼和这个所知障啊，可以分成十。那一谛的时候呢，就是它可以说它断除了十分之一的烦恼啊。那这个十分之一的烦恼是它的这个它需要断除的。那其他的十分之二、十分之三是根本不是它要断除的，它断不了这个，跟它是没有关系的。那这里就是说，它自己要断除的这些烦恼，一切都断除了，全部都断除了，它一个都没有剩下，这个意思啊。《仙光庄严论》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字，解脱一切障，三十五非有，它就证悟了以后呢，啊，它这个十方三世都不存在，都是空心，它就这样子证悟的。
处大圣之慢，就是说处刚刚开始啊，大神这个地方就是一般大圣就是指的是这个沙弥和比丘里面的比丘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大乘的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大乘比丘就是证悟了这个初谛的时候啊，才是成为这个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三宝里面的这个圣宝啊。僧宝和僧众是有差别的，从严格的这个意义上讲，僧宝和这个僧众是有差别的。僧众啊，是不是这个僧宝呢？这是有差别啊。怎么样说呢？这个出这个证悟了初谛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啊，这个圣者啊，就圣者才是啊，圣者就是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三宝当中的这个僧宝啊，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呢啊，智慢就是刚刚啊，他就圆满啊，在这个之前还不是这个三宝当中的这个僧宝啊，这个时候才是从这个时候，从这个以后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僧宝。那他修什么呢？啊，夷狄菩萨修什么呢？啊，善叹普遍修。主要是修的就是这个十度当中的这个上次说过这个不是，他就说的修的是不是断出分别障，那这个也就是一样的啊，断出分别障也就是他自己要断出的那一块就是断出了，但是他是不是把所有的分别障都断了呢？不是，分别障还有很多，夷狄菩萨啊该断的啊所断的这个分别障全部断了，这个意思，断除分别障啊。夷狄菩萨所断的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偏激的烦恼啊，偏激的烦恼，还有这个跟他有关的这个我执，全部都断了。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橘肾的这个烦恼也就断了一部分。但是橘肾的烦恼呢，因为这是比较习气很重，所以就是要分很多，慢慢的断出，它一下子断不了。分，这是一个。然后就是欢喜智难酬啊，欢喜智这个时候就是他为什么欢喜呢？他那个时候呢就知道自己已经证悟了这个空性，他再也不会退转，他永远都不会退转。然后呢，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大量的这个弘法利生，可以度化大量的众生，所以他非常的欢喜。这个欢喜就是没有第二个这个相比可以比较的啊，这么这个无比的这个欢喜，就这样的，所以就是难酬，那无比的这个高兴。这是第一地菩萨啊，然后第二地的这些一地二地啊，这些我讲的简单一点啊，因为这些我们离我们还很遥远，以后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知道，现在讲多了也没有用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们说还是离我们虽然是很遥远，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的，说这样的，那你们就可以从《现观庄严论》里面讲的也很清楚，就是在这些里面啊去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简单一些。第一地菩萨的境界，还有他的修法，他断除的烦恼啊，还有他的特点，都讲的比较全呢、啊。这个里面讲了这个一地菩萨他断除什么呢？啊，他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呢？然后他修的是什么呢？他得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比较全方面的这个讲了啊。有些下面的有些地呢，他不是讲的那么清楚。这是第一地啊，然后就是讲第二地啊，善业无间烦，放飞众集情。这个是说啊，三业就是身口意方面的这个啊，三个这个不善业啊，三业，还有犯就是这个违犯小乘戒、菩萨戒啊等等的这个犯。然后放废这个我猜的话啊，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猜的话，这个地方是说可以用两种啊不同的
理解。第一个就是说放费，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啊，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断除这个烦恼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预防这个烦恼啊，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它产生啊，这样子就是放之。但是放费就是说菩萨二谛的时候他不需要这样子预防，他是断除了，他根本不存在了，他就是从根本上就是断除了这个烦恼啊，所以他也叫做这个无垢谛。无垢为什么无垢呢？他就断除了，他不是预防的，他是断除了。我猜的话也许是这样子的意思，一个是啊。另外一个呢，放费就是说啊，这个方也我们不是单单这个预防方面理解，也就是这个控制了烦恼就断除了，废就是不存在了啊，这烦恼不存在了。所以呢啊，他重的烦恼轻的烦恼都不存，轻重的烦恼都不存在了啊。所以因为他这个轻重的前面讲的这个善业和这个犯啊犯戒这两个方面的这个轻和重都啊已经断除了不存在，所以他的摄罗圆满戒，所以他的这个戒律是啊很圆满的，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这个法界章啊，没有看到这个韩文的那种注解啊，没有看到韩文的注解。那韩文跟这个藏文的有些地方是根本不一样，这差别比较出入比较大啊，有些是出入比较大。以前我们讲这个中论的时候，我讲中论的时候也是就是用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那种韩文版本上面讲的，这个跟藏文是非常相似的，除了个别的集子以外是非常相似，翻译的非常的相似。但是这个法界章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有些地方就是出入比较大。那就是只有这样子猜，因为它没有注解啊，如果有注解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但是没有注解的话就只有这样子猜。我想就是其中一个，应该是其中一个放飞啊，然后这个你们自己研究啊，其中那一个比较合适，比较适合啊。放飞轻重即轻啊，这个三业的重和三业的轻，然后犯戒的重和轻啊，都已经这个不存在了啊，不存在了。所以他的失落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就是戒律啊，很圆满的。立垢度标命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立垢地啊，立垢，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远离无垢啊，什么垢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散业和这个犯啊，就是因为不存在这些，所以呢，他单独的这个十地当中啊，这个二地叫做这个无垢地啊，是这个原因。然后是第三地，二障恒实然，二障恒实然，具空慧忍处。那二障恒实然就是在这个之前啊，二障都是存在的。那到了三地的时候，二障还是存在的，有烦恼障也有啊，所知障就更不用说了，二障都是存在的啊，然。然后具空慧，空性的智慧就是好比是一个宝剑一样啊，它可以断除这个二障，三谛的时候断除这个二障。发光能照耀，那个时候呢，心的本性光明啊，发现心的本性光明照耀，灭除尽无欲啊，破灭尽无欲，就是说这里面也说了，就无欲啊。如果我们这样子字面上直接理解的话，无欲那就所有的烦恼和所知障都无欲了。那无欲的话，三谛的时候就已经无欲了，那四谛以后干什么呢？啊，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三谛菩萨啊，他该断除的全部断除了无欲啊，就是没有啊，这个意思。这是第三谛，第三谛，第四谛，然后下面是第四谛，远离更虽然，见增厌灰味，这就是说，见这个增，逐渐渐的增长，这个智慧就是像火焰一样的啊，真正的这个
真物的这个智慧呢，逐渐逐渐的这个增长啊，逐渐逐渐增长的时候，这个智慧就是好像是这个火焰一样啊，渐啊会为菩提甚嘴唇啊，不是菩提趁嘴甚，这个时候呢，它这个证悟了，证悟的这个菩提是嘴唇，嘴唇就是这个生意地，少着。烧就是烧掉所有的这个烦恼，有智慧的火焰就是烧尽所有的烦恼，然后转光慧，光慧就是它的名字啊，四谛的啊，三谛的就是这个能照耀，这两个就是比较像是这个里面这个藏文里面呢，一般是叫这个第四谛叫做这个法光谛啊，法光，第三谛呢叫做视光明，就是让这个修行的人见到光明啊，断除黑暗哦，这样子。这是第三谛啊，这是第四谛。然后讲下面是第五谛啊，五谛是说正熟称而止，正就是这个生一谛啊，熟就是师叔谛。生一谛的智慧呢，二智，生一谛的智慧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然后世俗谛的智慧呢，是世俗谛的这些学科啊，世俗谛的比如说这个医学呀，还有等等，古代有很多很多的学科，就是指的是这方面。那这两个相因互其位，那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不证悟的话，这两个相互之间是矛盾的。但是在无敌菩萨啊，无敌以下的这些这个菩萨啊，相对来说这世俗谛的智慧和生意谛的智慧是比较这个相位的啊，比较相位的。到了这个无敌的时候呢，这两个这个世俗谛的智慧跟这个生意谛的智慧，合令无所爱，这两个就是结合起来了以后呢，他就这个感觉，也就是他证悟了这两个是无二无别的，相互之间不矛盾，这样子啊。那这个除了无谛以外啊，在这个下面，比如说一谛、二谛、三谛、四谛，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都是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的这个智慧是不是矛盾的呢？那也不是这样子。他们自从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就是学啊，感觉啊，这个显空无二无别是这样子的。但是到了无地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啊，证悟啊，这个二地是这个不矛盾的啊。所以呢，就是这里讲的就这个意思啊。难生是。难胜就是说难以胜利的，很难以胜利的这些烦恼啊，比如说无敌的时候的这些烦恼呢，一敌菩萨、二敌菩萨、三敌菩萨、四敌菩萨，那在这个时候都没有断除的烦恼，所以这个烦恼是不太容易断除的，这个烦恼难胜就是这个意思。是恒时，难生时就是烦恼啊，难生时就是烦恼，恒时就断出了这样子的烦恼，然后这样子，这是第五谛。然后下面就是讲这个第六谛啊，第六谛菩萨的，第六谛菩萨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时而愿生智，六谛菩萨啊，他是在六谛的时候，在这个根本慧定当中呢，特别的这个证悟了这个空性，也就是说断除了无谛以下的这烦恼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修的是这个六度里面的这个智慧度啊。那他在根本定的时候和或者是这个初定以后啊，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智慧是非常的这个增长，在这个时候增长到很高的这个地步境界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知道这个十二缘期是如幻如梦啊，十二缘期十二缘胜智，就是说这个十二缘是如幻如梦的啊。那
到了六地才知道是如幻如梦，在这个之前不是不是没有知道如幻如梦？当然不是了，在这个之前也知道，但是六度的到六地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个时候是非常清楚的，跟其他的五地以下比较的话，那个时候非常清楚的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修六度的智慧，六度当中的智慧，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就是。所以就是强调这个十二缘起循环力趣劝，循环的力趣就是说这个十二个缘起，每一个这个缘起的这个每一个缘起的诞生，每一个缘起的本质，每一个缘起的这个特点，这些都这些的道理，这个力趣就是这些的道理，这些什么样子劝啊，理解的非常的劝，这个时候他那无地以下是不是不知道这些呢？当然知道了，但是无地以下呢，是不是不劝了？啊，无地以下也可以说劝，全面的比较全面的。但是呢，六这个第六地呢，啊，比无地以下的还要更加的这个全面，所以他理解的更加的全面，所以就是力趣劝。看圣称最圣，最圣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和一样的这个生一地。般若现于前，般若现于前，现于前的意思就是说两方面理解啊。他那个时候呢非常的这个神异地，神异地呢那个时候很深，他的这个理解是比无地以上比较的话是非常的深刻啊，非常深刻。然后般若，那般若现于前是他根本会定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般若，对般若的这个证悟呢跟前面的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叫做这个现于前啊。然后除定以后，他就是对般若的这个了解，也就是对整个这个整个物质是如幻如梦的了解更加的深刻，所以叫做般若现于前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第六地啊，然后今天就讲到这里。Sunum di tam jo zumba nyan dum ni ni bi dan nam pam je jo kir ga nan je ba mon ro ba chu bim zo len ro wa dur ro shu